找到你了，鲁格赛特，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利伯特，释放出你的潜能吧，我想要守护我的同伴，我所有的生命。你是？你好，我是高斯奥特曼。遵循宇宙正义德拉西翁的意志，我来帮助你。利伯特，用这个抗体应该能将哥迪斯细胞从麦克斯体内分离出来了。谢谢你，索拉。细胞已经遍布麦克斯的身体了，还来得及，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的。别跑，等等！你们休想妨碍我们！去！麦克斯，现在就把抗体。利伯特胡顿，区区哥迪斯细胞，我才不会输呢！就是现在，去！谢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及时前来相助，我们可就危险了。没什么，不过我们捕捉到的那股能量应该并不是属于鲁格赛特的。还有那股奇特的能量不仅在我们的宇宙出现过，之前在我和赛罗相遇的未来地球上也发现了这股能量。在不同的次元都发现了那股能量，这也就意味着拥有这股能量的人就是绝对毁灭。答应我的，一定会来救你的。他被哥迪斯的细胞强化了，这个组合太可怕了。哥迪斯的细胞居然还没有彻底清除吗？却在这里清除他们，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合？难道说……我的能量全部恢复了！麦克斯，你还能战斗吗？啊，那还用说吗，杰诺？利普特，补上！那就来大干一场了，斯布莱纳长矛！生命体，阿布索留特人的战士，阿布索留特哈尔塔洛斯。没想到你们居然撑到现在还没死，看来得让你们全部消失才行。竟然是究极生命体。绝对毁灭，危险。宇宙中两股强大之力相会之时，耀眼的光辉之中将显露真正的神姿。雷杰多奥特曼，阿尔塔罗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都多亏了你给的抗体。干得不错，利布特。谢谢您的夸奖，泰罗教官。从今天开始，你将被派遣到银河救援队。银河救援队？就是那个集结了各种宇宙精英人才的强大队伍吗？没错，利布特。你就在那里发挥你的救援精神，好好保护宇宙和平吧。是，收到。
苏拉，我相信你的科学技术在银河救援队里也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也能去吗？好，我一定努力。根据高斯的消息，那个塔尔塔洛斯在他们的宇宙以及赛罗曾经守护过的地球上都出现过。照这么说，他能前往其他次元宇宙是吗？看样子是了。给宇宙带来灾害的怪兽接连出现，估计也是因为他。我肯定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塔尔塔洛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伊萨娜女王，欢迎两位来到银河救援队。欢迎你们到来哦。接好，请多多关照。信じて踏み出した日を無我夢中先へ走り出す小泥に身を任せ、モノクロの空が色を取り戻すように。譲れない大好きは何、ワクワクしたいんだ、夢の向こうは大きな虹かけよう。格迪斯细胞，摩格大蛇的蛋，东西应该准备全了才对呀。再给我次机会，我发誓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奥特一族啊，いや、先輩の戦う姿、ウルトラ輝いてますな。みんなも動画を見て、一緒に修行しましょう。トロック。